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光明觉品》，文殊菩萨记赞第八首看起，第八首：若于一切智发生回向心，见心无所生，当获大名称。这首偈前面两句我们讲过了，现在呢要看的是后面两句：见心无所生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，次句又观性理，为了回向心，本自不生，是立相回向也。立相求佛得名成果。是手机确确实实给我们说的菩提超越勤俭的这个偈颂，在一开头给我们讲的菩提超勤超越勤识。即使讲到劝求还是立相还是不着相，即相立相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从文殊菩萨赞颂这几首偈，知道义理很深，境界确实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不思议。华严经末后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真是说的这个什么人能入呢？普贤行愿。我们今天也学普贤行愿行不行呢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们情执没放下。菩提超勤呐，情执没放下不行啊。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懂的。什么叫勤俭呢？简单的说，妄想分别执着。总的来讲什么叫妄想分别执着？我们在讲习里面讲得很浅显。我平常讲的十六个字。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
没放下了。啊，这个是最严重的妄想分别之处。我们每一天习惯在其中，习而不察了，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佛法里头讲的情境。障碍菩提，障碍涅槃。再跟你说，说得严重一点，障碍念佛往生。我们现在在学这些经教，学经教的时候障碍开悟，这个麻烦大了啊。那么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要看自己，自己想不想处理。愿不愿意处理，肯不肯处理啊？那你要是真干呢？真干这十六个字的方向，很想放下了，实在放不下了啊！有什么方法叫我放下？方法是有，说出来你也做不到。那就不说算了啊！我常常劝人，这十六个字要看淡一点烦恼习气现行的时候，也就是讲自私自利啊，名闻利养，贪图享受，烦恼习气现行，念阿弥陀佛吧，把那个念头转变成阿弥陀佛，或者观想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重复的念个十遍二十遍，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冲淡，天天要保持假以时日，就能产生效果，这很重要啊！啊，对于这个誓缘，啊，这是佛常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。学佛的人，尤其是初学佛，必须要找个依靠啊！学佛的人依靠什么呢？依靠三宝啊！三宝，我们在传授三规的时候说得很具体啊，佛宝是阿弥陀佛，你要真正相信，
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。法宝是无量寿经，是阿弥陀经啊，净土有五经一论，五经一论里面这两种最重要，我们把它当作日常课诵来学习。僧宝观音实质啊，观音菩萨的慈悲，大势至菩萨的智慧啊，我们现在一般习惯讲理智，这不是感情啊，理智跟慈悲合起来，这是三宝啊。理性的慈悲不是感情的啊。学佛没有别的，心同佛，念同佛，言同佛，行同佛，你这叫真学佛啊。佛不在世，三宝里头以法宝为第一，佛在世的时候佛宝第一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！佛不在世的时候，法宝是第一。正是所谓“一法不一人”呐。依什么法？你要知道，依自己主修的法门。我今天主修的是无量寿经，是弥陀经。无量寿经所依的注解，黄念祖的注解好啊，弥陀经的注解，莲池大师的疏钞，藕益大师的要解啊，要解又有两种注解，云音法师的讲记，宝镜法师的清文记，两种注解都好，可以帮助你学习啊。我在这些年当中，这是我主修的过程啊，修学必须要正解、真信、依教修行啊，依照经论的教诲、祖师大德的开示，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，这叫修行啊。至于华严，那确实提高自己的境界啊，落实在念佛法门，肯定提升自己的品位，好事情啊。所以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，
发生回向心，见心无所生。这句话怎么讲？前面我们读过，发心无心啊，无心怎么会生心呢？啊，真如本性里头，一法不离，哪里来的法印？哪里来的去求？这是宗门所谓向上一招啊。那为什么菩萨在前面说若于一切智要发生回向心呢？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明白，所以利见而知啊，这真知啊，忧恐至极。这是对什么？对浅学人说的。特别是对刚刚入住人说的。啊，当然性满入住啊，大多数不会，怕有少数。啊，少数是什么人呢？二乘根性的人。啊，他带着有二乘习气，所以要劝他发心，在这提醒他，有提有用啊。你已经证得不动之佛了，要起作用啊。啊，你虽证得，并没有究竟圆满。你才在十住位呀，上面还有啊，有十行，有十回向，有十地，有等觉，有妙觉。你怎么可以止于现前的境界，得少为足呢？所以要劝你啊，要劝你啊，发生回向心，同时提醒你，你曾经发了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现在已经入佛位了，你要兑现了，你说话要算话了，要不然你不是打妄语了啊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自己未度先度众生。诸位要知道，自己未度是讲自己没有证到究竟圆满，自己现在是化身菩萨，先度众生。其实度众生就是帮助自己提升啊，谚语常讲啊，教学相长啊，师资道合
啊，所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，就是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决定不回避。啊，度众生辛不辛苦呢？见性无所生，吉相立相，立相吉相，他有没有辛苦？他没有，跟我们六道里凡夫确实不一样。我们总是以凡夫心来看他们，啊，觉得他们很辛苦，啊，尤其众生叛逆，不接受教诲，看到菩萨苦口婆心，啊，有些人替菩萨难过，啊，也都是好意，啊，但是不知道菩萨境界。我们今天在华严里面看到菩萨境界，就大可以放心了。自行化他，修行正果，都不着相啊！啊，相呢？相要照做。八相成道啊，这是常常说的，为一切苦难众生，苦难众生就是说还没觉悟的，执迷不悟，那就叫苦难众生啊，为他们做好样子啊，现身做好样子，说法做好样子啊，虽然做好样子，确实没有起心，没动念这就是静心无所生啊，所以他得大明成。这个大明称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再看第九首啊，下面的就众生无有生，业佛无有坏，若得如是智，当成无上道。我们听了这首偈子，心里会很安慰呀。尤其是生在现代的社会，啊，灾难很多。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那我们就理得心安，道理得到了。心安，诸佛如来菩萨声闻应化在世间，都是这个境界。请娘注解好啊，这是这十首偈里面的第三段啊，有一首偈，请看清凉大师的注解。三次一偈，所见众生一切成真，
故无生坏呀。其实这桩事前面呢已经讲的很多，所见众生先要知道众生两个字的本意，生是生起，众是众缘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。所以动物是众生，植物也是众生，矿物山河大地也是众生，自然现象还是众缘和合而生，包括虚空，我们今天讲时间空间啊，宇宙之间哪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？全都是啊。所以众生不只是讲人啊，讲人那这个意思太窄小了。啊，确实是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，刹土里面所有一切现象啊，众生两个字全都包括了。一称其真，确确实实的众生像是妙有啊，性是真空啊。这真空是什么呢？法性啊，性是法性啊，法性无性，所以叫真空。真空不空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能现妙有啊，虚空是他现的，法界是他现的，啊，刹土是他现的，所有一切众生之力也是他现的，一切众生之体。就是发现发现是真的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依，什么名称都加不上。宗门大德说了，说思一物即不中，说不出来，这是一切众生之离体，我们这个身也是众生啊，我们的体也是法性啊，没有例外的啊。我们这个体跟畜生的体一个体啊，我们的体跟树木花草是一个体啊，我们跟山河大地也是一个体啊。我们跟泥土沙石也是一个体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
心没有生灭，相也没有生灭，啊，现在我们讲相有生命，啊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这佛常讲啊。啊，佛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是随顺众生之见说。啊，我们明了啊，佛说法的原则了，是根据二谛。啊，那么经上这个说法呢，这是一真谛，是一如来自己心量境界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所见的，啊，真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力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所见的境界。啊，凡夫呢？凡夫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都所现的境界，叫俗谛。啊，俗谛我们懂啊，是我们的常识啊，我们天天生活在这里头啊，啊，佛一说我们就懂。你说哦，说一切人一切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我们立刻就点头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啊，植物有成住坏空。啊，这个地球啊，地球有成住坏空，啊，树木花草有生住异灭，这是我们的境界。啊，那么佛对六道凡夫总是多说俗谛，少说真谛。啊，这样教我们，我们才好懂啊。教我们断恶修善，教我们破迷开悟，教我们转凡成圣，全是俗谛。那真谛呢？真谛呢？我们就迷了。真谛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迷悟，没有凡圣。我们不懂啊，永远迷惑啊。啊，所以世尊出世，示现的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成道二七日中为化身大士。讲大方广佛华严，啊，这是真谛，完全随顺真谛，这里头没有俗谛，啊，这个发挥圆满了，这个发挥里头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啊，给你讲七处九会，统统是表法的。世尊出了定之后，看看这个世间六道众生啊，啊，要帮助他们入佛境界，啊，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，啊，想办学校啊，好吧，先办幼稚园，再办小学。再办中学，再办大学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，帮助你提升呢。啊，佛为我们做这种事情，
啊，幼稚园、小学就是阿含呐、啊。五十说教啊，阿含是啊。中学是方等式啊，大学是般若式啊，研究所是法华涅槃式啊。啊，这是世尊的善巧方便，我们要学习啊，知道呢，凡夫要向上提升呢，是有层次的。不能劣等啊，凡夫虽然自己的灵性没有生命，灵性就是自性，本经上讲的自性，自性本性法性佛性，名词很多很多，都说一桩事。一桩事为什么说这么多名称啊？这是世尊教学的善巧，叫你不要执着，叫你不要分别，你知道说这种事情行了。啊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你真正明白了，明白就叫觉悟啊，就叫做悟入啊。啊，你把这事实真相搞清楚了。所以众生不生呐、啊，不生哪有命？啊，生灭不是真实的，知道生灭不是真实的，你就知道所有的法相不是真实的。如果你对于法相的性质完全通达明了了，这法相就叫真相。哦，真相大白了。啊，这叫诸法实相。你看看，实性无性，实相无相。相即无相，无相即相。啊，所以这些境界相不能说有，不能说。佛用的比喻用得好，经里头常常用梦幻泡影。啊，这四个比喻里头，实际上以一个为主，那就是梦。幻泡影都是辅助的啊，都是形容梦不是真实的啊。可是你正在做梦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永嘉大师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呐。啊，就是什么？明白了，明白就没有了。明白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呢？明白梦还在，不是真没有了。啊，相还在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。你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那觉后这个境界就真的没有了吗？有，释迦牟尼佛不是在里头？佛有没有觉？觉了啊，他觉了这个空空无大千呢？对，
在他心目当中是这样的，他对这个境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你们有这个大千世界，有六道轮回，为什么？你分别他，你执着他。所以这个有无是你心里面执着的有，执着的无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掉了，有无都没有了啊。这个时候众生说有，你随顺他说有；众生说无，你随顺他说无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你才能帮助众生啊，你要随顺他了啊，到某一个境界之后，你要帮助他提升。众生说有，菩萨说无；众生说无，菩萨说有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破执着。你执着有，他说破你有的执着；你说无，你执着无，他说有，破你有的执着啊，破无。所以有无两边都不能执着啊，绝对不是佛说法自己矛盾啊。那不了解佛说法意趣的人啊，看了佛经之后，释迦牟尼佛说话了，颠倒啊，一会说有，一会说无，到底是有还是无的，他没有交代清楚。这个对于佛说法的就是真神意啊，真一无所知啊。啊，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着相。他着了言说相，着了名字相，着了心缘相。啊，于是把佛所说的意思完全错解了。那他根本不了解佛在说些什么。去皆如来真身意啊，悟皆如来真身意啊，这个事情很多啊。啊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遇到一些台湾大学的一些教授，啊，还都是当时很知名的教授。啊，我那时候刚刚接触佛法了，他们给我谈佛法，啊，就是这般见解。啊，他们年岁比我大，老师的身份，我听了不好意思辩驳。啊，我亲近李老师，啊，把听说这些大学教授们读佛经，啊，这种解释向老师报告，老师哈哈大笑啊，下死文道，真的，啊，那么我们也是真的。费了不少的时间呢，不断的在学习，哎，慢慢的懂得这个意思啊，确实，在看现在科学上的这个说法相应啊，科学里面讲。
物质不灭。实在讲，物质本来就不生。现在科学家懂得不承认这个宇宙间有物质的存在。宇宙之间什么东西存在呢？能量的存在。只有能存在，没有不相信有物质。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能量振动产生的幻象。他们是这样解释的。这个解释跟佛法里的非常接近。科学说动，佛法讲无明，无明就是动向，觉是静止的，是不动的，动这一念才动，就叫无明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那一念不觉就是无明，所以无明是动向，我们看到这个六道轮回的相，六道轮回完全是在运动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宇宙，宇宙之间的星球都在运动，我们所没有看到动的呢，是虚空。所以虚空在百法里面呢，列在无为法里头，叫虚空无为。禅定是不动的，你必须在不动里面呢，你才能够看到真相。他在动，你也跟着动，你就很不容易看到真相，你迷在里头，必须自己不迷，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。所以科学这些说法的时候跟佛法相应了。科学的发展确实帮助我们解释了佛经所说的部分现象，那佛法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论与境界，科学现在还不能证实。科学能不能完全证实呢？在我们想象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方法不一样。有一部分局部它能证实，有一部分它不能证实。这是佛在经上都说得很明白的。科学没有立妄想分别之处。就是没有立阿赖耶，心意识功能最大的第六意识分别，但是它决定圆不到真心。我们讲发心佛性真如本性，这他圆不到。科学是从心意识里面发生出来的。所以充其量它只能够圆到心意识。心意识之外的自信，科学没有法子
圆道啊。如果有办法圆道，我深深相信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，早就用这个来教化众生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圆不到就是他不能成正果。因此佛菩萨不用这个方法，他不能成正果。啊，只在旁边跟我们做助缘，使我们初学的人增长信心，坚定信心。啊，这个心还是要用经教里面的方法，我们去求。啊，这是一条正路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啊，这是精神不灭了，物质不灭，啊，精神不灭就是信，啊，法性永存呐，啊，物质不灭，物质本来就不生，哪来的灭？啊，这个现象前面我们讲的很详细了。啊，所以一佛众生呢，无论从体上、从相上、从作用上，确实无有生了，一佛无有坏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上呢，现就在现前。虽在现前，见不到。啊，为什么见不到？迷在幻象当中，迷在梦幻泡影里头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，这就叫可怜明者。啊，即使觉悟通达了，真的得大自在了，对这个身有没有留恋了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身在世间随缘。啊，看到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的身也在随缘，那个缘是什么呢？业力。啊，一切众生随顺业力呀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时候，随顺众生的缘。这个缘就叫做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啊，哪一天感没有了，应就没有了。有感是应呐。若得如是智，当成无上道。啊，清凉大师下面的注解。知无众生呢，是无上道。啊，那你是真的觉悟了，真的明白了。故下经云，啊，是向下经，本经有这样说：无上摩诃萨原立众生相。啊，无上摩诃萨，摩诃萨是大菩萨。无上摩诃萨就是如来，因为他前面讲无上道啊，就是诸佛如来，他根本就没有众生这个念头，所以给你讲众生完全是随顺众生之见而说的啊。你说有，佛菩萨也说有啊，你说没有，他也跟你说没有，实际上你说他念头
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哪来的众生啊？这后面这段这一句经文好啊，无上摩诃萨远离众生相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不要起心动念的，哎呀，本来就是啊，啊，这正是宗门所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时间到了。